英国军情六处负责人话，中国是英国与盟友面临的一个最大威胁，北京的误判可能导致战争。军情六处负责人摩尔星期二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讲话的时候作出上述的表示，这个是他在2020年10月担任英国秘密情报局，亦都称为军情六处局长之后首次公开讲话。摩尔在讲话当中表示，中国是军情六处的单一最大优先要务，因为北京领导人为了推动自己的利益而越发支持大胆和果断的行动。摩尔说，中国是一个有与他们不同价值的专制国家，北京对英国和盟友从事大规模间谍行动，试图扭曲公共讨论和政治决策，并且输出科技，在世界各地形成一个专制控制的网络。摩尔说，北京日增的军事力量和中共在必要时武力解决台湾议题的愿望，亦都对全球稳定与和平构成了严重挑战。他警告说，北京相信他们对西方弱点的自我宣传过低估计华盛顿的决心，中国过于自信导致误判的风险是真实的。摩尔同时指出，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国际恐怖主义是英国情报机构在不稳定世界当中面临的四大安全议题。英国同时继续面临来自俄罗斯的严重威胁，他说他们和盟友必须反抗并且压制俄罗斯违反以国际规则为基础的体系的行动。